放我有点心。这个思路应该不错的。你就是我这边 VP 啊。嗯。我把那个写下。我 VP 是那个刚才这个描述出来的。然后我每次的。我忘了是六期的话，我们可以多少钱？但是也没有太多。好吧，请你写。其实我想跟你讨论一下。其实是哪个寝室那个，还是那个最小的，就是那个拆分的。拆分，我发现就是我俩现在这样子，我发现他可能是 map 拆分。